选举很简单嘛，选赢了就赢了，票多的赢，对对对对。从年初到现在，赖清德的脚步一直都算是蛮稳健的，我也觉得他非常稳健，因为他一直都在幕后，他不用出来回应一些很敏感跟很尖锐的问题，包含说会有几位打手说，但是现在是我的时间，有几位打手都在这边，都知道说有几次很努力的要把几个议题炒起来，包括 Me Too 的风波啊，很明显就是民进党里面自己呢想要吃案压案，还有呢性骚扰引发的风波，这个还有这些猪肉啊，还有这个鸡蛋的问题，其实现在是我的时间，我承认我是打手。因为我前几天呢指出赖清德发表科技政见的时候是抄袭我们四年前的政见，哦对嘛，对，我们大获全胜，大获全胜，是好不好？是。那联署有没有上升？啊，有的，有上升，有的。是，好好好。我想请问那个黄世修发言人，郭台铭当选总统的话，会如何处理两岸的关系呢？谢谢。